这些该开心啊！三哥，没有侬讲，最近我采访了一个理发院，好、啊，哎呀，这个因为理发院个服务态度是蛮，我讲了，好，好到哪能程度？去理发的人啊，个个才能够高兴而来，满意而归。高兴而来，满意而归。大家送伊四个字，啥个字？叫满面春风。满面春风。哎，有里向有矛盾。哪能？高兴来，哎，会得满意而归，不错啊。不高兴来呢，不，就不会满意而归了。对吧？他别错对吧？是个嘛。这个理发师侬去让伊剃头啊？啊，就是侬不开心的。到了伊过面侬还会得满意而归，我不相信，来已经不开心了，哎，出去肯定还不开心啊！哎，那侬不相信了？哎，侬就要到伊搿搭去理发过一趟，侬是有体会了。哎，不相信侬试试看呢？我算这个理发师呢，葛末我算不开心啊，顾客，我总归让侬满意而归，保险勿满意的。哦，搿当然是。哎，葛末试试看了个。哎，搿边地门勿怎么个，照样有弹簧门，嘿嘿。嘿嘿，先生，来剃头的啊？不吃你们总会理发了，不记得来理由了。啥开心？来，先生来，请坐，自家会得坐的。哈哈哈哈，有点轻骨头。来，吃杯茶，不要吃，不。哈哈哈哈。好，先生来，包子看看。不要看，不要看。夜宝有了，哎，夜宝们刚刚吃过中饭，要等一些来。好，等一些再讲等。哎呀，先生，上月没来了吗？上月没来，从来没来过。上月。哎，怎么来？哎呀，掉头是结棍。哎。喂，啥领导了？搿是苦浪头呀！这个八过来八过去的，侬当伊摇头风去？先生，我看得出来的，搿多看有啥看头了？侬今朝心里不大开心对吧？老早就不开心了，妈呀！哎呀，搿么到底啥个事体不开心呢？哎，到底啥事体讲拨侬听也没用着。哎呀，不开心啊，气气闷闷。要影响健康啊！侬放出来嘛，大家哎，轻松轻松嘛。放出来侬还要气死人得嘞！到底啥个事体呢？回来回去为了阿拉个老婆。哦，侬回来回去为个老婆。哎，老婆嘛欢喜嘛就吃，不欢喜了再去重新买过。哎，重新买。老婆嘛，喂喂喂喂，侬在那搞啥么子啊？侬吃老婆哎？老婆不是老婆呀，侬当小菜场去搞得来，没再买一个老婆。哦，哎呦我先生，你当笑我嘞！老婆啥个那么开心呢？夫妻到底没摇摇好好的，对吧？摇摇好好，那不摇好了呀？哪能啦？哎，啥事呢？你对我不起呀、啊？哦，一把大帽子了，你晓得吧？大帽子？哎，要大绿帽子了，你晓得吧？哎，先生，这个讲闲话要有根据，我瞎讲啊！我瞎讲了，我从来不瞎讲。哎，到底啥个事呢？我亲眼看见，不懂。哎。啥事体了？刚不弄听要气死人了。哎，侬耐心点，耐心点讲。耐心点了。哎，喏，一个礼拜日啊，礼拜日休息日假。天没亮，就起来了。天没亮起来了嘛，一洗得澡吗？清清脚，压压脚。哦，跑到梳妆台门前，梳头。哦，梳了半夜天，哎，打扮了漂亮啊，下头那么再。发点香水，那么弄不好以后嘛，真漂亮的衣裳扎好。哎呀，女同胞了，爱美是天性嘛。拎了一双皮鞋，轻手轻脚跑到门口，那么啥地呢？弄扎好之后呢，对不啦？跑到门口，
今天上坡冲了我弄，我冲错了，恐怕不我晓得，是吧？哎，咋的？扎好，哎，两只脚伸进去，扎好以后，哎，就朝外头跑，那个跑出去，那么我盯了后头呀，侬盯了后头，哎，上去呢？哎，上去么？到你跑，我跑，哎，你转弯，我转弯，哎，跑了两大马路，哎呦，跟踪追击啊！跑到一个人家后门口，嗯。我可以弄菜锅钥匙，就开，一开开进去。哦，另外一家人家。哎，那么我跟进去。哦，哎，跟到上头。嗯，你跑进去来门开一开。哎喂，我一看啊，哎，里向一个人困了海。是啊，一个男人。男人啊。哎。哦，年纪轻啊。你老头子了。老头子。哎，我现在我年纪大轻，你去。寻个朋友，寻个老头子，侬想得通啊？哎，我李永新呢？咋子呢？我去嘞！人家皮头盖了蛮好，哎，人家皮头么小盖一只锅，啊，那只手么挪出来，哦，那么露发露发，哎，那么那只脚毛都麻得个热发热发，喂，哎，这里个鸡干嘛热发热发？是你严重啦？我气得来就不气不来了，都干啥个？哦，个那样子啊，就是我爱人个那样子，侬哎，希望侬讲。哎，这个我懂了。哎，这个一个是杜老板是吧？不是杜老板。哎，这个你我看见这家，你脚后跟啊破开的，没事。哦，哥们，没动地的。这个经济情况不是挺好了。哎，哥们，侬老婆家早就去。哎，哎，不是不是，我来问你，哪呢？那爱人做啥个工作的？医生呀，你侬晓得不呀？啥个苦啊？啥苦嘛？推拿苦呀。哎，你就是按摩的啦，哎，按摩推拿啦，哎，啥的啥的，哎呦先生，人家东莞人家真会讲笑话嘞，啥的了啥的了，大棒大棒嘞，哪能大棒啊？哎呦，我当啥个是母子体嘞？哎，那夫人是个医生，哎，推拿医生，对了，上门服务，嗯，各种先进世界报纸上要写好的呀。把一天是啊，这中医上不容易要表扬啊，不表扬够了啦。哎，那能不要表扬呢？那么一等你看女人来了，热发热发嘛，我怎么心里烦？热发热发困了上啦。哎，年纪大啊，年纪大的老头子。少年了，人家起不来了。哎，困难屋啊，这算是孤老没一听的。这种服务态度是大家要提倡啊。我们还想弄这个东西。这吃醋嘛，我分清楚了。那不理发的呀，吃饱了理发的呀。不是的，侬吃醋要看清楚啊。啊，是醋啊。哎，高青年在空落侬啊，当然是醋啊。高去高的，侬想伊来里头去去？一等个来了看毛病啊。呀，个上门服务啊，各种态度是个医生，我跟侬讲，医生当中头条的。哟，我的确忘记掉了侬。这个忘记掉了侬啊，我跟侬讲。太粗心，嗯，是吧？心地太狭窄，哦，哎，吃醋嘛，还吃还吃对头了，不是醋嘛，当醋吃了。我跟侬讲，嗯，侬应该回转去好好叫向那个爱人打招呼，赔礼。哎呀，不来是呀，我两个礼拜没地方过哎，我两个这个更加是侬不对了，是不啦？我看见就是眼睛白发白发，哎，侬这个就不对了嘛。嗯，侬应该跟伊打招呼，打招呼，认错。哦，哎。侬一进门，今朝侬回转去，我到侬口气好，气得侬特别漂亮。跑进去侬先要敲门，敲门。哎，我不是，侬讲屋里，正好该拿爱人顶欢喜的事体，伊欢喜啥侬就做啥，欢喜啥个么子吃侬就买啥个么子给伊吃。顶欢喜么？我晓得呀。哎，伊顶欢喜就对呀。开玉竹家，哎，玉竹你呀，一定送把就是钱肉来。哦，这个便当啊，啊，侬一进门。侬就唱一段奇葩的乐节，把那爱人听听。哦哟喂，给我唱奇葩的，让伊消消气嘛。你哪能我唱不来的？唱不来啊？哎呀，搿侬这个人啊，唱不来嘛侬讲啊，大师放下来，我来教侬嘛。哦，哪能唱不来？哎，我唱乐节嘛。啊，搿没啥定嘞。侬会得唱啊？啊，别个奇葩了，这个白葩啊、银葩，我侪会唱啊。哦，哎。我搞弄搞弄，哎，好吧，好。到屋里呢，啊，轻轻叫敲门，啊啊啊，搞搞搞，啊，那么侬要叫了啊，啊啊，
亮子啊，亮子！我弄好多事结婚来，那弄这个日本人出来了，这个姑娘亮子老大个了啊！亮子嘛，从有这么才叫亮子的，哪里是亮子？亮子就是那上海话讲嘛，就是嘎子布。哦，嘎子布。哎，嘎子布，我欢喜调子。不是搞啥么子了？咱好多事就不能啊！嘎子布就是爱人啊。爱人不爱人了咯？哎呀，有两只咯，夹子布咯。哎，不是的，搞不得枪肉卷嘛才叫两只的。哦，两只，两只啊，两只。哥，爹，侬啥的啊？这路靠音乐打。到底个？我的好夫人。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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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眼睛我打浪子眼啊心粗嘴巴骂你是嘴呀哈巴粗这个我能要爱你了靠骂你你都不肯听好话两者你都是呀云处听到没好听总之是千对万对是你对呀、啊、千错万错是啊哦错哦啊啊啊哪能弄的笑了阿门一唱有一口氧气几个那么能一唱啊这个娘子一来弄这个你要想弄一样嘎嘎嘎嘎一笑戏就没得了问题解决了没得爱也没得了夫妻重新再恩爱了哎这夫妻一交心泥土变黄金呢哎呦这个话